亲爱的主，我们要感谢你，主借着这些诗歌让我们亲近你。主，这时候主啊，我们就愿意俯伏在你的宝座前，主来亲近你。主啊，这时候求你的圣灵亲自运行，进入到我们的生命，赐下安平静安稳。我们仰望你的时候，主愿你是我们的宝足。主你慈爱，主的荣光照向我，主啊，你的恩典四面环绕我。主啊，这时候真是让我可以呼出我里面的悲情下品，吸入主你的恩典和丰富的生命。主啊，求你这时候来帮助我，主重新来想到主你呼召我们，主我们起初，主我们是多么的热切，可是曾几何时我们又软弱。主啊，这时候主求你加我们力量。主啊，我知道主你爱我们。主耶稣啊，主耶稣，主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声音，温柔的话语，再次的来激励我。主啊，让我看到你钉痕的手，触到你为我使的强伤。主，仰望你的宝血，再次洗净孩子的不洁，各样的不义，重新回到你的施恩宝座前。主，巴不得这时候主你安慰每一个人，祝福每一个人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挺起发酸的腿，举起下垂的手，主来向你祷告的时候，主你就是要恩典，恩典再多恩典在我们身上。我们赞美你，主赞美你，赞美你，因为你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的盾牌，是我的盼望。主，我赞美你。主，愿你自己的话语你自己坚定在天。主，你的祝福满满在我们中间。主，愿你来保守我们今天的敬拜聚会，我们台上的信息，让我们多得满足饱足。我们要感谢保守我们下面聚会敬拜的时间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。下面我们要来读，我们一起来做来背读祷文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先可以看啊，我们把它背起来。我们有这个，我觉得说分析很好，对吧？有三愿三求，然后是送的。我们一起来背。如果说不会的，我们就来读。好，我们从开始的请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好，下面我们一起来读经。今天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九章六节，就在这个手册的这个程序单的上面哈，第十页，然后是有打。来，我们同声来念，请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。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上帝、永在的父和平的君。真是很
非常赞美的宣告，而我们还要来请。